为了永康江河江的大湾民有市场，土地分别属于国有财产局和民园。不过因为环境老旧，加上排水不良，一直无倒，每一栋五六十万的租金，对民风拢是包袱啊。对此，担任江河江民有董事长的议员杨忠贤，伫中立顺的气象为该市场来清明，希望市府出面解决土地整合甲产权的问题，进一步用公办民营的方式来改套，再现风华。一楼做菜市啊，二楼做哪，三楼做哪，哦，要做什么设计，恁公家总是都有办法行来处理啦吼。我相信大安菜市啊，若无恁市政府出手，根本阮民间甲阮庙方完全都无在地方去处理啦。我个议员承诺啦，我一定尽力上大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不一定在我任内完成，但是要在我任内开始。面对大湾市场的改造，毛民众向议员陈情，认为连盐行市场需要变更地北，拢有法度承建，相信大湾市场买单。而既然市场已经承诺任内会起步来解决，毛地方继续安心。台湾新闻，君子林银根采访报道。